好，我们今天要开箱那个李佳薇的专辑，《相反的事》的专辑。李佳薇的专辑《相反的事》，他这张专辑我觉得蛮好听的。他这张专辑有很多首都很好听，《好强》这首不错，然后一样的是《反派情人》也都不错。还有那个叫快乐来找我，这几首都不错啊，其他的就看人喜欢。他这张整张专辑听起来都还不错，没有特别差的歌曲，都蛮值得买来收藏的，或是放来听，真的。他这张是真的很好听，很值得买一张专辑啊，就感觉做得很用心。想给大家看一下。看起来还有《湖水印》很酷，专辑还有做《湖水印》很酷。很酷啊！这张专辑做了《湖水印》，帅啊！很酷啊！专辑还有做湖水印这么帅，拍得很漂亮啊，专辑里面内页和外面拍的都拍很漂亮。那李佳薇这张专辑做得很用心啊，相反的是这张专辑做得非常用心，做得很用心。拍得很正，做得很有质感，那专辑做得很有质感，很值得收藏。做得很用心，反派情人一样的事，这个好像是宋念宇写的，这首蛮好听的。专辑做得很用心，做得很用心。叫快乐来找我，这首真的很好听。专辑呢做得很精致，做得很精致。做得真的很精致，很漂亮，做得很好，做得很用心的感觉。这张专辑是真的不错，然后有喜欢他的人真的可以去买。那唱的歌真的很好听，而且真的是高成本制作。
这我很用心。